有电脑的一定要记住这三个神仙代码，让你受益终身。安排一 DXDM， 键盘按住 Win 加 R， 在弹出的应询框里面输入 DXDM， 回车确定，这个是用来查看电脑配置的，新电脑一定要检查一下。二百分号 Tab 百分号，键盘按住 Win 加 R， 打开电脑运行框，在里面输入这个代码，点击确定，这些都是电脑日常使用的垃圾，全选删除掉就可以了。三 Clamor， 键盘再次输入 Win 加 R， 输入这个代码，点击确定，这时会弹出电脑自带的清理垃圾软件。选择需要清理的磁盘，点击确定，这时电脑会弹出这个运行框，我们只需要点击确定，等待完成就可以啦。